我们的行健联台给我们带来的是威廉泰尔戏曲，由我们的康修维、李雨燕、柯彩成、李一倩、刘丽莹、林茂荣、胡婉婷、姚一杰、江伯成、廖子乔、刘燕珍、刘燕瑜、林英成所为我们带来的演出，请大家掌声鼓励，来欢迎你们出场。
谢谢，感谢，我们音乐教室我们的好朋友，那在场所有的家长、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有我们代表核心组合立委来的，我们谭吉安哈谭助理，也代表核心组合立委带来满满的祝福。知道说大家今天是我们今天教室的这个发表会，刚听到我们小朋友这个这么精彩这么专业的这个演出哈，真的说学音乐的孩子是最宝贝的，而且是最棒的希望说我们在这一个音乐教室里面能够学到自己的专长。再次祝福今天的演出圆满成功，祝福大家幸福美满、快乐快乐，感谢大家，谢谢。那个，请坐，我们等一下哈。这么多来宾，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那个何新纯，那个立委的助理。